大方广佛花严经卷第十九，唐于田国三藏沙门时差难陀译。生夜魔天宫品第十九。尔时如来威神力故，十方一切世界一一四天下南阎浮提及须弥顶上接见如来处于众会，彼诸菩萨悉以佛神力故而演说法，莫不自谓横对于佛。尔时世尊不离一切菩提树下及须弥山顶，而向于彼夜摩天宫宝庄严殿。时夜摩天王遥见佛来，即以神力于其殿内化作宝莲花藏狮子之座，百万层级以为庄严，百万金网以为交络，百万花藏，百万蛮藏，百万香藏，百万宝藏弥覆其上，花盖、蛮盖、香盖、宝盖各一百万周回布列，百万光明而为照耀，百万夜魔天王恭敬顶礼，百万梵王踊跃欢喜，百万菩萨称扬赞叹，百万天乐各奏百万种法音相续不断，百万种花云，百万种蛮云，百万种庄严巨云，百万种依云周匝弥覆，百万种摩尼云光明照耀，从百万种善根所生，百万诸佛之所护持，百万种福德之所增长，百万种身心，百万种誓愿之所严禁，百万种行之所生起，百万种法之所建立，百万种神通之所变现，横出百万种言音显示诸法。时彼天王夫至座椅，向佛世尊屈躬合掌，恭敬尊重而白佛言：善来世尊，善来善事，善来如来应正等觉，唯愿哀悯除此宫殿。时佛受请即生宝殿，一切十方悉亦如是。尔时天王即自意念过去佛所所种善根，成佛威力而说颂言：名称如来闻十方，诸吉祥中最无上，彼曾入此摩尼殿，是故此处最吉祥，宝王如来世间灯，诸吉祥中最无上，彼曾入此清净殿，是故此处最吉祥，喜目如来见无碍，诸吉祥中最无上，彼曾入此庄严殿，是故此处最吉祥，燃灯如来照世间，诸吉祥中最无上，彼曾入此殊胜殿，是故此处最吉祥，饶益如来历世间，诸吉祥中最无上，彼曾入此无垢殿，是故此处最吉祥，善觉如来无有失，
诸吉祥中最无上，彼曾入此宝香殿，是故此处最吉祥。圣天如来世中灯，诸吉祥中最无上，彼曾入此妙香殿，是故此处最吉祥。无趣如来论中雄，诸吉祥中最无上，彼曾入此普眼殿，是故此处最吉祥。无胜如来具众德，诸吉祥中最无上，彼曾入此善言殿，是故此处最吉祥。苦行如来立世间，诸吉祥中最无上，彼曾入此普言殿，是故此处最吉祥。如此世界中，夜魔天王成佛神力，意念往昔诸佛功德，称扬赞叹。十方世界夜魔天王悉亦如是，叹佛功德。尔时，世尊入摩尼庄严殿，与宝莲花藏狮子座上结跏夫座。此殿忽然广博宽容，如其天众诸所住处，十方世界悉亦如是。夜魔宫中祭赞品第二十。尔时，佛神力故，十方各有一大菩萨，一一各与佛刹微尘数菩萨，俱从十万佛刹微尘数国土外诸世界中而来集会，其名曰功德林菩萨、慧林菩萨、圣林菩萨、无畏林菩萨、惭愧林菩萨、精进林菩萨、力林菩萨、行林菩萨、觉林菩萨、智林菩萨。此诸菩萨所从来国，所谓亲会世界、传会世界、宝会世界、圣会世界、灯会世界、金刚会世界、安乐会世界、日会世界、净会世界、梵会世界。此诸菩萨各于佛所静修梵行。所谓常住眼佛、无胜眼佛、无住眼佛、不动眼佛、天眼佛、解脱眼佛、审谛眼佛、明相眼佛、最上眼佛、干清眼佛，是诸菩萨至佛所以顶礼佛足，随所来方各化作摩尼藏狮子之座，于其座上结跏夫座。如此世界中，夜魔天上菩萨来集，一切世界悉亦如是，其诸菩萨世界如来所有名号悉等无别。尔时，世尊从两足上放百千亿妙色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夜魔宫中佛及大众弥布皆现。尔时，功德林菩萨成佛威力，普观十方而说颂言：佛放大光明，普照于十方，悉见天人尊，通达无障碍。佛作夜魔宫，普遍十方界，此事甚奇特，世间所稀有。须夜魔天王祭赞十如来，如此会所见，一切处显耳。
彼诸菩萨众，皆同我等名，十方一切处，演说无上法，所从诸世界，名号亦无别，各于其佛所进修于梵行。彼诸如来等，名号悉异同，国土皆丰乐，神力悉自在，十方一切处，皆为佛在此，或见在人间，或见住天宫，如来普安住一切诸国土。我等今见佛，除此天宫殿，悉发菩提愿，普及十方界。是故佛威力充遍难思议，远离世所贪，具足无边德，故获神通力，众生迷不见，游行十方界，如空无所爱，一身无量身，其相不可得。佛功德无边，云何可测之？无住亦无趣，普入于法界。尔时，慧林菩萨乘佛威力，普观十方，而说颂言：世间大导师，离垢无上尊，不可思议劫，难可得之欲。佛放大光明，世间迷不见，为众广开眼，饶益诸群生。如来出世间，为是除痴明，如是世间灯，稀有难可见。已修师界人，精进及禅定，般若波罗蜜，以此照世间。如来无余等，求彼不可得，不了法真实，无有能得见。佛身即神通，自在难思议，无去亦无来，说法度众生。若有得见闻，清净天人师，永出诸恶趣，舍离一切苦，无量无数劫，修习菩提行，不能知此意，不可得成佛。不可思议劫，供养无量佛，若能知此意，功德超于彼，无量刹珍宝，满中施于佛。不能知此意，终不成菩提。尔时，圣林菩萨乘佛威力，普观十方，而说颂言：譬如梦下月，空净无云翳，鹤日阳光辉，十方米不充，其光无限量，无有能测之。有目思尚然，何况盲明者。诸佛亦如是，功德无边际，不可思议劫，莫能分别之。诸法无来处，亦无能作者，无有所从生，不可得分别，一切法无来，是故无有生。以生无有故，灭亦不可得。一切法无生，亦复无有灭。若能如是解，斯人见如来，诸法无生故，自性无所有。如是分别之，此人达深意，以法无性故，无有能了之。
如是解于法，究竟无所解。所说有生者，以现诸国土，能知国土性，其心不迷惑。世间国土性，观察悉如实。若能于此知，善说一切意。尔时，无畏林菩萨成佛威力，普观十方而说颂言：如来广大身，究竟于法界，不离于此座，而遍一切处。若闻如是法，恭敬信乐者，永离三恶道，一切诸苦难，摄往诸世界，无量不可数。专心欲听闻，如来自在力，如是诸佛法，是无上菩提。假使欲赞闻，无有能得者。若有于过去信如是佛法，已成两足尊，而作世间灯。若有当得闻，如来自在力，闻以能生信，彼亦当成佛。若有于现在能信此佛法，亦当成正觉，说法无所谓。无量无数劫，此法甚难止。若有得闻者，当知本愿力。若有能受持，如是诸佛法，持以广宣说，此人当成佛。况复勤精进，坚固心不舍，当知如是人决定成菩提。尔时，惭愧林菩萨成佛威力，普观十方而说颂言：若人得闻是，悉有自在法，能生欢喜心，即除疑惑网。一切知见人，自说如是言，如来无不知，是故难思议。吾有从无智，而生于智慧。世间常暗明，是故无能生。如色即非色，此二不为一。智无智亦然，其体各殊异。如相与无相，生死即涅槃，分别各不同。智无智如是，世界始成立，无有败坏相。智无智亦然，二相非一时。如菩萨初心，不与后心俱。智无智亦然，二心不同时。譬如诸实身，个个无合合。智无智如是，究竟无合合。如阿伽陀药，能灭一切毒。有智亦如是，能灭于无智。如来无有上，亦无余等者，一切无能比，是故难值喻。尔时，精进林菩萨成佛威力，普观十方而说颂言：诸法无差别，无有能知者，唯佛与佛知，智慧究竟故。如金与金色，其性无差别，法非法亦然，体性无有异。众生非众生，二俱无真实。如是诸法性，
实亦俱非有。譬如未来世，无有过去相，诸法亦如是，无有一切相。譬如生灭相，种种皆非实，诸法亦复然，自性无所有。涅槃不可取，说时有二种，诸法亦复然，分别有殊异。如依所属物而有余能属，彼性无所有，如是了知法。譬如算术法，增一至无量，术法无体性，智慧故差别。譬如诸世间，劫烧有终尽，虚空无损败，佛智亦如是。如十方众生各取虚空相，诸佛亦如是，世间妄分别。尔时，利林菩萨成佛威力，普观十方而说颂言：一切众生界，皆在三世中；三世诸众生，悉在五蕴中。诸蕴业为本，诸业心为本。心法犹如幻，世间亦如是。世间非自作，亦复非他作，而其德有成，亦复德有坏。世间虽有成，世间虽有坏，了达世间者，此二不应说。云何为世间？云何非世间？世间非世间，但是名差别。三世五蕴法，说明为世间，彼灭非世间，如是但假名。云何说诸蕴？诸蕴有何性？蕴性不可灭，是故说无生。分别此诸蕴，其性本空寂，空故不可灭，此事无生意。众生既如是，诸佛亦复然。佛即诸佛法，自性无所有，能知此诸法如实不颠倒，一切知见人常见在其前。尔时，行林菩萨成佛威力，普观十方而说颂言：譬如十方界，一切诸地种，自性无所有，无处不周遍。佛身亦如是，普遍诸世界，种种诸色相，无住无来处。但以诸业故，说明为众生，亦不离众生而有业可得。业性本空寂，众生所依止，普作众色相，亦复无来处。如是诸色相，业力难思议，了达其根本，于中无所见。佛身亦如是，不可得思议。种种诸色相，普现十方刹。身亦非是佛，佛亦非是身，但以法为身，通达一切法。若能见佛身，清净如法性，此人于佛法一切无疑惑。若见一切法本性如涅槃，是则见如来究竟无所住。若修习正念，明了见正觉，
无相无分别，是名法王子。尔时，觉林菩萨成佛威力，遍观十方而说颂言：譬如工画师分布诸彩色，虚妄取异象，大种无差别，大种中无色，色中无大种，亦不离大种而有色可得，心中无彩画，彩画中无心，然不离于心，有彩画可得，彼心恒不住，无量难思议，视现一切色，个个不相知，譬如工画师不能知自心，而由心故画，诸法性如是，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五蕴悉从生，无法而不造，如心佛意耳，如佛众生然，应知佛与心，体性皆无尽，若人知心行，普造诸世间，世人则见佛，了佛真实性，心不住于身，身亦不住心，而能作佛事，自在未曾有。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尔时，智林菩萨成佛威力，普观十方而说颂言：所取不可取，所见不可见，所闻不可闻，一心不思议，有量即无量，二句不可取，若有人欲取，毕竟无所得，不应说而说，是为自欺狂，己事不成就，不令众欢喜，有欲赞如来无边妙色身，尽于无数劫，无能尽称数，譬如随意珠，能现一切色，无色而现色，诸佛亦如是，又如净虚空，非色不可见，虽现一切色，无能见空者，诸佛亦如是，普现无量色，非心所行处，一切莫能睹，虽闻如来声，音声非如来，亦不离于声，能知正等觉，菩提无来去，离一切分别，云何于世中自言能得见，诸佛无有法，佛语何有说，但随其自心，未说如是法。十行品第二十一之一。尔时，功德林菩萨成佛神力，入菩萨善思维三昧，入是三昧已，十方各过万佛刹微尘数世界外，有万佛刹微尘数诸佛，皆号功德林，而现其前，告功德林菩萨言：善哉，佛子，乃能入此善思维三昧。善男子，此是十方各万佛刹微尘数同名诸佛共加于汝，亦是毗卢遮那如来往昔愿力、威神之力，
及诸菩萨众善根力，令汝入世三昧而演说法，为增长佛智故，深入法界故，了知众生界故，所入无障故，所行无碍故，得无量方便故，摄取一切智性故，觉悟一切诸法故，知一切诸根故，能持说一切法故。所谓发起诸菩萨十种行，善男子，汝当成佛威神之力而演此法。是时，诸佛给予功德林菩萨无碍智、无着智、无断智、无失智、无痴智、无意智、无失智、无量智、无胜智、无懈智、无夺智。何以故？此三昧力法如是故。尔时，诸佛各伸右手摩功德林菩萨顶，时功德林菩萨即从定起告诸菩萨言：佛子，菩萨行不可思议，于法界、虚空界等，何以故？菩萨摩诃萨学三世诸佛而修行故。佛子，何等是菩萨摩诃萨行？佛子，菩萨摩诃萨有十种行，三世诸佛之所宣说，何等为十？一者欢喜行，二者饶益行，三者无违逆行，四者无屈挠行，五者无痴乱行，六者善现行，七者无着行，八者难得行，九者善法行，十者真实行，是为十。佛子，何等为菩萨摩诃萨欢喜行？佛子，此菩萨为大施主，凡所有物悉能会施，其心平等，无有悔吝，不忘果报，不求名称，不贪利养，但为救护一切众生，摄受一切众生，饶益一切众生，为学习诸佛本所修行，意念诸佛本所修行，爱乐诸佛本所修行，清净诸佛本所修行，增长诸佛本所修行，住持诸佛本所修行，显现诸佛本所修行，演说诸佛本所修行，令诸众生离苦得乐。佛子，菩萨摩诃萨修此行时，令一切众生欢喜爱乐，随诸方土有贫乏处，以愿力故，往生于彼豪贵大富，财宝无尽。假使于念念中有无量无数众生亦菩萨所，白言：仁者，我等贫乏，迷所资善，积累困苦，命将不全，唯愿慈哀施我身肉，令我得食，以活其命。尔时，菩萨即便施之，令其欢喜，心得满足。如是无量百千众生而来祈求，菩萨于彼曾无退怯，但更增长慈悲之心。以是众生咸来祈求，菩萨见之，
背负欢喜，作如是念：我得善利，此等众生是我福田，是我善友，不求不请而来教我入佛法中，我今应当如是修学，不为一切众生之心。又作是念：愿我已作、现作、当作所有善根，令我未来于一切世界、一切众生中受广大身，以是身肉充足一切饥苦众生，乃至若有一小众生未得饱足，愿不舍命，所割身肉亦无有尽。以此善根，愿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证大涅槃。愿诸众生食我肉者，亦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或平等智，具诸佛法，广作佛事，乃至入于无余涅槃。若一众生心不满足，我终不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菩萨如是利益众生，而无我想、众生想、有想、命想、种种想、补伽罗想、人想、摩那婆想、作者想、受者想。但观法界、众生界，无边际法、空法、无所有法、无相法、无体法、无处法、无依法、无作法。作是观时，不见自身，不见施物，不见受者，不见福田，不见业，不见报，不见果，不见大果，不见小果。尔时菩萨观去来今一切众生所受之身寻疾坏灭，便作是念：奇哉，众生愚痴无智，于生死内受无数身，微脆不停，速归坏灭。若已坏灭，若今坏灭，若当坏灭，而不能以不坚固身求坚固身，我当尽学诸佛所学，证一切智，知一切法，为诸众生说三世平等，随顺寂静，不坏法性，令其永得安稳快乐。佛子，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一欢喜行。佛子，何等为菩萨摩诃萨饶益行？此菩萨护持境界，于色、声、香、味、触心无所着，亦为众生如是宣说，不求威势，不求种族，不求富饶，不求色相，不求王位，如是一切皆无所着，但坚持境界，作如是念：我持境界，必当舍离一切缠缚、贪求、热闹、诸难、逼迫、毁谤、乱着，得佛所赞平等正法。佛子，菩萨如是持境界时，于一日中，假使无数百千亿那由他诸大恶魔亦菩萨所，一一各将无量无数百千亿那由他天女，皆于五欲善行方便，端正疏利，清阔人心，直持种种真完之具，
欲来祸乱菩萨道义。尔时菩萨作如是念：此五欲者，是障道法，乃至障碍无上菩提，是故不生一念欲想，心静如佛。唯除方便教化众生，而不舍于一切智心。佛子，菩萨不以欲因缘故恼一众生，宁舍生命而终不作恼众生事。菩萨自得见佛以来，未曾心生一念欲想，何况从事，若或从事，无有是处。尔时菩萨但作是念：一切众生于长夜中想念五欲，去向五欲，贪着五欲，其心决定单染沉溺，随其流转，不得自在。我今应当令此诸魔及诸天女，一切众生住无上界，住境界矣，于一切智心无退转，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入于无余涅槃。何以故？此是我等所应作业，应随诸佛如是修学，作是学以离诸恶行，即我无知，以智入于一切佛法，为众生说，令除颠倒。然之不离众生有颠倒，不离颠倒有众生，不于颠倒内有众生，不于众生内有颠倒。亦非颠倒是众生，亦非众生是颠倒。颠倒非内法，颠倒非外法，众生非内法，众生非外法。一切诸法虚妄不实，速起速灭，无有坚固，如梦如影，如幻如化，狂惑愚夫。如是解者，即能解了一切诸行，通达生死及与涅槃，证佛菩提。自得度，令他得度；自解脱，令他解脱；自调伏，令他调伏；自寂静，令他寂静；自安稳，令他安稳；自离垢，令他离垢；自清净，令他清净；自涅槃，令他涅槃；自快乐，令他快乐。佛子，此菩萨复作是念：我当随顺一切如来，离一切世间行，具一切诸佛法，住无上平等处，等观众生明达境界，离诸过失，断诸分别，舍诸执着，善巧出离，心恒安住，无上无说，无依无动，无量无边，无尽无色，甚深智慧。佛子，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二饶益行。佛子，何等为菩萨摩诃萨无为逆行？此菩萨常修人法，谦下恭敬，不自害，不他害，不两害，不自取，不他取，不两取，不自着，不他着，不两着，亦不贪求名闻利养，但作是念：我当常为众生说法，令离一切恶，断贪嗔痴骄慢，复藏迁疾
产狂，令恒安住忍辱柔和。佛子，菩萨成就如是人法，假使有百千亿那由他阿僧祇众生来至其所，一一众生化作百千亿那由他阿僧祇口，一一口出百千亿那由他阿僧祇语。所谓不可习语，非善法语，不欲意语，不可爱语，非人贤语，非圣智语，非圣相应语，非圣亲近语，深可厌恶语，不堪听闻语，以是言辞回辱菩萨。又此众生一一各有百千亿那由他阿僧祇手，一一手各执百千亿那由他阿僧祇器杖逼害菩萨。如是经于阿僧祇劫曾无休息，菩萨遭此极大处毒，身毛积束，命将欲断，作是念言：我因是苦，心若动乱，则自不调伏，自不守护，自不明了，自不休息，自不正定，自不寂静，自不爱惜，自生执着，何能令他心得清净？菩萨尔时复作是念：我从无始劫住于生死，受诸苦恼，如是思维，重自劝力，令心清净而得欢喜，善自调摄，自能安住于佛法中，亦令众生同得此法。复更思维：此身空寂，无我，我所，无有真实，性空无二，若苦若乐，皆无所有，诸法空故。我当解了，广为人说，令诸众生灭除此见。是故，我今虽遭苦毒，应当忍受，为慈念众生故，饶益众生故，安乐众生故，怜悯众生故，摄受众生故，不舍众生故，自得觉悟故，令他觉悟故，心不退转故，去向佛道故，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三无为逆行。佛子，何等为菩萨摩诃萨无屈挠行？此菩萨修诸精进，所谓第一精进、大精进、圣精进、殊胜精进、最胜精进、最妙精进、上精进、无上精进、无等精进、普遍精进，性无三毒，性无骄慢，性不复藏，性不迁疾，性无产狂，性自惭愧，终不畏恼，一众生故而行精进，但未断一切烦恼故而行精进，但未拔一切惑本故而行精进，但未除一切习气故而行精进，但未知一切众生界故而行精进，但未知一切众生死此生彼故而行精进，但未知一切众生烦恼故而行精进，但未知一切众生心乐故而行精进，但未知一切众生境界故而行精进，但未知一切众生诸根胜劣故而行精进，但未知一切众生心行故而行精进，
但未知一切法界故而行精进，但未知一切佛法根本性故而行精进，但未知一切佛法平等性故而行精进，但未知三世平等性故而行精进，但未得一切佛法至光明故而行精进，但未证一切佛法智故而行精进，但未知一切佛法一实相故而行精进，但未知一切佛法无边际故而行精进，但未得一切佛法广大决定善巧智故而行精进，但未得分别演说一切佛法具义智故而行精进。佛子，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精进行矣。设有人言，汝颇能为无数世界所有众生，以一一众生故，于阿鼻地狱经无数劫，备受众苦，令彼众生一一得知无数诸佛初心于世，以见佛故，具受众乐，乃至入于无余涅槃，如乃当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能尔，不也。答言：我能。设复有人作如是言，有无量阿僧祇大海，汝当以一毛端滴之令尽；有无量阿僧祇世界，尽莫为尘。彼滴及尘，一一数之，悉知其数，为众生故，经而许劫，于念念中受苦不断。菩萨不以闻此语故而生一念悔恨之心，但更增上欢喜踊跃，深自庆幸得大善力，以我力故令彼众生永脱诸苦。菩萨以此所行方便，于一切世界中令一切众生乃至究竟无余涅槃。是名菩萨摩诃萨第四无屈挠行。佛子，何等为菩萨摩诃萨离痴乱行？此菩萨成就正念，心无散乱，坚固不动，最上清净，广大无量，无有迷惑。以是正念故，善解世间一切语言，能持出世诸法言说。所谓能持色法、非色法言说，能持见利色自性言说，乃至能持见利受想行识自性言说，心无痴乱，于世间中死此生彼，心无痴乱，入胎出胎，心无痴乱，发菩提意，心无痴乱，事善知识，心无痴乱，勤修佛法，心无痴乱，觉知魔事，心无痴乱，离诸魔业，心无痴乱，于不可说劫修菩萨行，心无痴乱。此菩萨成就如是无量正念，于无量阿僧祇劫中，从诸佛菩萨善知识所听闻正法，所谓甚深法、广大法、庄严法、种种庄严法、演说种种名句闻声法、菩萨庄严法、佛神力光明无上法、
正希望决定解清净法，不着一切世间法，分别一切世间法，甚广大法，离痴意照了一切众生法，一切世间共法不共法，菩萨智无上法，一切智自在法。菩萨听闻如是法已，经阿僧祇劫，不忘不失，心常意念，无有间断。何以故？菩萨摩诃萨于无量劫修诸行时，终不恼乱一众生，令失正念，不坏正法，不断善根，心常增长广大智故。复次，此菩萨摩诃萨种种音声不能惑乱，所谓高大声、粗浊声，即令人恐怖声、乐意声、不乐意声、喧乱耳识声、举坏六根声，此菩萨闻如是等无量无数好恶音声，假使充满阿僧祇世界，未曾一念心有散乱。所谓正念不乱、境界不乱、三昧不乱、入甚深法不乱、行菩提行不乱、发菩提心不乱、意念诸佛不乱、观真实法不乱、化众生智不乱、净众生智不乱、绝了甚深意不乱、不作恶业故无恶业障、不起烦恼故无烦恼障、不轻慢法故无有法障、不诽谤正法故无有报障。佛子，如上所说，如是等生一一充满阿僧祇世界，于无量无数劫未曾断绝，悉能坏乱众生身心一切诸根，而不能坏此菩萨心。菩萨入三昧中，住于圣法，思维观察一切音声，善知音声生住灭相，善知音声生住灭性，如是闻已，不生于贪，不起于嗔，不失于念，善取其相而不染着，知一切声皆无所有，实不可得，无有作者，亦无本迹，与法界等无有差别。菩萨如是成就寂静身与意行，至一切智永不退转，善入一切诸禅定门，知诸三昧同一体性，了一切法无有边际，得一切法真实智慧，得离音声甚深三昧，得阿僧祇诸三昧门，增长无量广大悲心。是时，菩萨于一念中得无数百千三昧，闻如是声，心不惑乱，令其三昧渐更增广，作如是念：我当令一切众生安住无上清净念中，于一切智得不退转，究竟成就无余涅槃。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五离痴乱行。佛子，何等为菩萨摩诃萨善现行？此菩萨身业清净，语业清净，意业清净，住无所得，是无所得，身与意业，
能知三业皆无所有，无虚妄故，无有系缚，凡所示现无性无依。著如实心，知无量心自性，知一切法自性，无德无相，甚深难入。著于正位真如法性，方便出生而无业报，不生不灭，住涅槃界，住寂静性，住于真实无性之性，言语道断超诸世间，无有所依，入离分别无附着法，入最胜至真实之法，入非诸世间所能了之出世间法。此是菩萨善巧方便示现生相。佛子，此菩萨作如是念：一切众生无性为性，一切诸法无为为性，一切国土无相为相，一切三世唯有言说，一切言说于诸法中无有一处，一切诸法于言说中亦无一处。菩萨如是解一切法，皆悉甚深，一切世间皆悉寂静，一切佛法无所增益。佛法不异世间法，世间法不异佛法，佛法世间法无有杂乱，亦无差别。了知法界体性平等，普入三世，永不舍离大菩提心，恒不退转化众生心，转更增长大慈悲心，与一切众生作所依处。菩萨尔时复作是念：我不成熟众生，谁当成熟？我不调伏众生，谁当调伏？我不教化众生，谁当教化？我不觉悟众生，谁当觉悟？我不清净众生，谁当清净？此我所宜，我所应作。复作是念：若我自解此甚深法，唯我一人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独得解脱，而诸众生盲明无目，入大显道，为诸烦恼之所缠缚，如重病人恒受苦痛，处贪爱欲不能自出，不离地狱恶鬼畜生阎罗王界，不能灭苦，不舍恶业，常处痴暗，不见真实，轮回生死，无得出离，住于八难，众垢所着，种种烦恼覆障其心，邪见所迷，不行正道。菩萨如是观诸众生，作是念言：若此众生未成熟，未调伏，舍而取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所不应。我当先化众生，于不可说不可说劫行菩萨行。未成熟者先令成熟，未调伏者先令调伏。是菩萨住此行时，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一切世间前闼婆阿修罗等，若有得见，赞同住止，恭敬尊重，诚事供养，即赞耳闻易经心者，如是所作，悉不唐捐，必定当成阿耨多罗三。
大方广佛花严经卷第二十，唐于田国三藏沙门时叉难陀译，十行品第二十一之二。佛子，何等为菩萨摩诃萨无着行？佛子，此菩萨以无着心于念念中能入阿僧祇世界，严禁阿僧祇世界，于诸世界心无所着，往诣阿僧祇诸如来所，恭敬礼拜，诚事供养，以阿僧祇花、阿僧祇香、阿僧祇蛮、阿僧祇涂香、墨香、衣服、珍宝、床幡、庙盖、诸庄严具各阿僧祇以用供养，如是供养，为究竟无作法故，为助不思议法故，于念念中见无数佛，于诸佛所心无所着，于诸佛刹亦无所着，于佛相好亦无所着，见佛光明，听佛说法亦无所着，于十方世界及佛菩萨所有众会亦无所着，听佛法已，心生欢喜，智力广大，能摄能行诸菩萨行，然于佛法亦无所着，此菩萨于不可说劫见不可说佛初心于世，一一佛所诚事供养，皆悉尽于不可说劫，心无厌足，见佛闻法即见菩萨众会庄严，皆无所着，见不净世界亦无增物，何以故？此菩萨如诸佛法而观察故，诸佛法中无垢无净无暗无明无异无依无实无妄无安稳无险难无正道无邪道，菩萨如是深入法界教化众生，而于众生不生执着，受持诸法而于诸法不生执着，发菩提心住于佛住而于佛住不生执着，虽有言说而于言说心无所着，入众生去于众生去心无所着，了知三昧能入能住而于三昧心无所着，往诣无量诸佛国土，若入若见若于中住而于佛土心无所着，舍去之时亦无顾恋，菩萨摩诃萨以能如是无所着故，于佛法中心无障碍，了佛菩提，正法毗尼，住佛正教，修菩萨行，住菩萨心，思维菩萨解脱之法，于菩萨住处心无所染，于菩萨所行亦无所着，敬菩萨道，受菩萨记，得受记忆，作如是念：凡夫愚痴，无知无见，无信无解，无聪明行，
玩淫贪着，流转生死，不求见佛，不随明导，不信调御，迷雾失措，入于险道，不敬实力王，不知菩萨恩，恋着住处，闻诸法空，心大惊怖，远离正法，住于邪法，舍以坦道，入险难道，弃被佛意，随逐魔意，与诸有中坚执不舍。菩萨如是观诸众生，增长大悲，生诸善根而无所着。菩萨尔时复作是念：我当为一众生于十方世界一一国土，经不可说不可说劫，教化成熟，如为一众生，为一切众生皆亦如是，终不以此而生疲厌，舍而余去。又以毛端辨量法界，于一毛端处尽不可说不可说劫，教化调伏一切众生，如一毛端处，一一毛端处皆亦如是，乃至不于一弹之情执着于我，其我，我所想，于一一毛端处尽未来劫修菩萨行，不着身，不着法，不着念，不着愿，不着三昧，不着观察，不着寂定，不着境界，不着教化调伏众生，亦复不着入于法界。何以故？菩萨作是念：我应观一切法界如幻，诸佛如影，菩萨行如梦，佛说法如想，一切世间如画，业报所持故，差别身如幻，行力所起故，一切众生如心，种种杂染故，一切法如实际，不可变异故。又作是念：我当尽虚空变法界，于十方国土中行菩萨行，念念明达，一切佛法正念现前，无所取着。菩萨如是观身无我，见佛无碍，为化众生，演说诸法，令于佛法发生无量欢喜静心，救护一切心无疲厌。无疲厌故，于一切世界若有众生未成就未调伏处，悉意于彼，方便化度其中众生，种种因生，种种诸业，种种取着，种种施舍，种种和合，种种流转，种种所作，种种境界，种种生，种种末，以大誓愿安住其中而教化之，不令其心有动有退，亦不一念生染着想。何以故？得无所着，无所依故，自利利他，清净满足，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七无着行。佛子，何等为菩萨摩诃萨难得行？此菩萨成就难得善根，难伏善根，最胜善根，不可坏善根，无能过善根，不思议善根，无尽善根，自在力善根，大威德善根，与一切佛同一性善根。此菩萨修诸行时，于佛法中得最圣解，于佛菩提得广大解，
于菩萨愿未曾休息，尽一切劫心无疲倦，于一切苦不生厌离，一切众魔所不能动，一切诸佛之所护念，具行一切菩萨苦行，修菩萨行，精勤匪懈，于大乘愿恒不退转，是菩萨安住此难得行矣。于念念中能转阿僧祇劫生死，而不舍菩萨大愿。若有众生诚是供养乃至见闻，皆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转。此菩萨虽了众生非有，而不舍一切众生界。譬如船师不住此岸，不住彼岸，不住中流，而能运渡此岸众生至于彼岸，以往返无休息故。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不住生死，不住涅槃，亦复不住生死中流，而能运渡此岸众生至于彼岸，安稳无畏，无忧恼处，亦不于众生数而有所着，不舍一众生着多众生，不舍多众生着一众生，不增众生界，不减众生界，不生众生界，不灭众生界，不尽众生界，不长众生界，不分别众生界，不二众生界。何以故？菩萨深入众生界如法界，众生界法界无有二，无二法中无增无减，无生无灭，无有无无，无取无依，无着无二。何以故？菩萨了一切法，法界无二故。菩萨如是以善方便入深法界，住于无相，以清净相庄严其身，了法无性而能分别一切法相，不取众生而能了知众生之数，不着世界而现身佛刹，不分别法而善入佛法，深达义理而广演言教，了一切法离欲真迹而不断菩萨道，不退菩萨行，常勤修习无尽之行，自在入于清净法界。譬如钻木已出于火，火是无量而火不灭，菩萨如是化众生事，无有穷尽，而在世间常住不灭，非究竟，非不究竟，非取非不取，非一非无一，非是法非佛法，非凡夫非得果。菩萨成就如是难得心，修菩萨行时，不说二乘法，不说佛法，不说世间，不说世间法，不说众生，不说无众生，不说垢，不说净。何以故？菩萨知一切法无染、无取、不转、不退故。菩萨于如是寂灭微妙甚深最胜法中修行时，亦不生念：我现修此行，已修此行，当修此行，不着蕴、界、处、内世间、外世间、内外世间，
所起大愿诸波罗蜜及一切法皆无所着。何以故？法界中无有法名，向声闻成，向独觉成，无有法名。向菩萨成，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有法名。向凡夫界，无有法名。向染，向净，向生死，向涅槃。何以故？诸法无二，无不二故。譬如虚空，于十方中，若去、来、今，求不可得。然非无虚空，菩萨如是观，一切法皆不可得。然非无一切法，如实无异，不失所作。普世修行，菩萨诸行，不舍大愿，调伏众生，转正法轮，不坏因果，亦不违于平等妙法。普与三世诸如来等，不断佛种，不坏实相，深入于法，辩才无尽，闻法不着，智法渊底，善能开眼，心无所畏，不舍佛住，不为世法，普现世间而不着世间。菩萨如是成就难得智慧心，修习诸行，于三恶趣拔出众生，教化调伏，安置三世诸佛道中，令不动摇。复作是念：世间众生不知恩报，更相仇对，邪见执着，迷惑颠倒，愚痴无智，无有信心，随逐恶友，起诸恶慧，贪爱无明，种种烦恼皆悉充满，是我所修菩萨行处，设有知恩、聪明、慧解及善知识充满世间，我不愚中修菩萨行。何以故？我于众生无所恃慕，无所寄望，乃至不求一缕一毫，即以一字赞美之言，尽未来劫修菩萨行，未曾一念自慰于己，但欲度脱一切众生，令其清净，永得出离。何以故？于众生中为明导者，法应如是，不取不求，但为众生修菩萨道，令其得至安稳彼岸，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菩萨摩诃萨第八难得行。佛子，何等为菩萨摩诃萨善法行？此菩萨为一切世间天人魔梵沙门婆罗门乾闼婆等作清凉法池，摄持正法，不断佛种，得清净光明陀罗尼故，说法受记，辩才无尽，得具足一陀罗尼故，一变无尽，得觉悟十法陀罗尼故，法变无尽，得训示言辞陀罗尼故，辞变无尽，得无边文句无尽意无碍门陀罗尼故，无碍变无尽，得佛灌顶陀罗尼灌其顶故，欢喜遍无尽，得不由他物陀罗尼门故，光明遍无尽，得同遍陀罗尼门故，同遍无尽，得种种一身具身闻身中训示陀罗尼门故，训示遍无尽，
得无边悬陀罗尼故，无边遍无尽。此菩萨大悲坚固，普摄众生，于三千大千世界变身金色，施作佛事，随诸众生根性欲乐，以广长舌于一音中现无量音，应时说法，皆令欢喜。假使有不可说种种业报，无数众生共会一处，其会广大充满不可说世界，菩萨于彼众会中坐，世中众生一一皆有不可说阿僧祇口，一一口能出百千亿那由他音，同时发生个别言辞，个别所问，菩萨于一念中悉能领受，皆未愁对，令除疑惑。如一众会中，于不可说众会中，悉亦如是。复次，假使一毛端处念念出不可说不可说道场众会，一切毛端处皆亦如是。尽未来劫，彼劫可尽，众会无尽。是诸众会于念念中以个别言辞，个别所问，菩萨于一念中悉能领受，无不无切，无疑无谬，而作是念，设一切众生以如是语业俱来问我，我为说法无断无尽，皆令欢喜，住于善道，复令善解一切言辞，能为众生说种种法，而于言语无所分别。假使不可说不可说种种言辞而来问难，一念悉领，一音贤达，普使开悟，无有疑余，以得一切智观顶固，以得无碍藏故，以得一切法圆满光明故，具足一切智智故。佛子，此菩萨摩诃萨安住善法行已，能自清净，亦能以无所着方便而普饶益一切众生，不见有众生得出离者。如于此三千大千世界，如是乃至于不可说三千大千世界，变身金色，妙音具足，于一切法无所障碍而作佛事。佛子，此菩萨摩诃萨成就十种身，所谓入无边法界非去身，灭一切世间故，入无边法界诸趣身，生一切世间故，不生身住无生平等法故，不灭身一切灭言说不可得故，不实身得如实故，不妄身随应现故，不牵身离死此生彼故，不坏身法界性无坏故，一相身三世语言道断故，无相身善能观察法相故，菩萨成就如是十种身，为一切众生摄，长养一切善根故，为一切众生救，令其得大安稳故，为一切众生归，与其作大依处故，为一切众生导，令得无上出离故，为一切众生师，令入真实法中故，
为一切众生灯，令其明见业报故；为一切众生光，令照甚深妙法故；为一切三世聚，令其小悟实法故；为一切世间照，令入光明地中故；为一切诸趣明，示现如来自在故。佛子，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九善法行。菩萨安住此行，为一切众生作清凉法池，能尽一切佛法缘故。佛子，何等为菩萨摩诃萨真实行？此菩萨成就第一乘地之语，如说能行，如行能说。此菩萨学三世诸佛真实语，入三世诸佛种性，与三世诸佛善根同等，得三世诸佛无二语，随如来学智慧成就。此菩萨成就知众生是处非处智，去来现在业报智，诸根利钝智，种种戒智，种种解智，一切智处道智，诸禅解脱三昧垢净起实非实智，一切世界宿住随念智，天眼智，漏尽智，而不舍一切菩萨行。何以故？欲教化一切众生，悉令清净故。此菩萨复生如是增上心，若我不令一切众生住无上解脱道，而我先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则为我本愿，是所不应。是故，要当先令一切众生得无上菩提，无余涅槃，然后成佛。何以故？非众生请我发心，我自为众生做不请之友，欲先令一切众生满足善根，成一切智。是故，我为最胜，不着一切世间故；我为最上，住无上调御地故；我为离异，解众生无际故；我为已办，本愿成就故；我为善变化，菩萨功德庄严故；我为善医护，三世诸佛摄受故；此菩萨摩诃萨不舍本愿故，得入无上智慧庄严，利益众生悉令满足，随本誓愿皆得究竟，于一切法中智慧自在，令一切众生普得清净，念念遍游十方世界，念念普益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国土，念念悉见不可说不可说诸佛及佛庄严清净国土，示现如来自在神力，普遍法界虚空界，此菩萨现无量身，普入世间而无所依，于其身中现一切刹，一切众生，一切诸法，一切诸佛。此菩萨知众生种种想、种种欲、种种解、种种业报、种种善根，随其所应，未现其身而调伏之。观诸菩萨如幻，一切法如化，佛出世如影，一切世间如梦，
得一身纹身无尽藏，正念自在决定了之一切诸法，智慧最胜入一切三昧真实相，住一性无二地，菩萨摩诃萨以诸众生皆着于二，安住大悲，修行如是寂灭之法，得佛实力入因陀罗王法界，成就如来无碍解脱人中雄猛大狮子吼，得无所畏，能转无碍清净法轮，得智慧解脱了知一切世间境界，皆生死回流入智慧大海，为一切众生护持三世诸佛正法，到一切佛法海实相圆底。菩萨住此真实行矣，一切世间天人魔梵沙门婆罗门乾闼婆阿修罗等，有亲近者皆令开悟，欢喜清净，是名菩萨摩诃萨第十真实行。尔时佛神力故，十方各有佛刹微尘数世界六种震动，所谓动变动等变动，起变起等变起，涌变涌等变涌，震变震等变震，吼变吼等变吼，鸡变鸡等变鸡，玉天妙花天香天末香天蛮天衣天宝天庄严具，奏天乐音放天光明，演唱诸天微妙音声，如此世界夜魔天宫说实行法所现神变，十方世界悉亦如是，复以佛神力故，十方各过十万佛刹微尘数世界外，有十万佛刹微尘数菩萨聚，来忆此土，充满十方，欲功德林菩萨言：佛子，善哉，善哉。善能演说诸菩萨行，我等一切同名功德林，所住世界皆名功德床，彼土如来同名普功德，我等佛所亦说此法，众会眷属言辞义理悉亦如是，无有增减。佛子，我等皆成佛神力来入此会，为汝作证，十方世界悉亦如是。尔时功德林菩萨成佛神力，普观十方一切众会，寄于法界，欲令佛种性不断故，欲令菩萨种性清净故，欲令愿种性不退转故，欲令行种性常相续故，欲令三世种性悉平等故，欲摄三世一切佛种性故，欲开眼所种诸善根故，欲观察一切诸根故，欲解烦恼习气心行所作故，欲照了一切佛菩提故，而说颂曰：一心净理实力尊，离垢清净无碍见，境界深远无伦匹，住如虚空道中者，过去人中诸最胜，功德无量无所着，勇猛第一无等伦，
彼离尘者行思道，现在十方诸国土，善能开眼第一义，离诸过恶最清净，彼无一者行思道，未来所有人师子，周遍游行于法界，以发诸佛大悲心，彼饶益者行思道，三世所有无比尊，自然除灭愚痴暗，于一切法皆平等，彼大力人行此道，普见无量无边界，一切诸有及诸趣，见以其心不分别，彼无动者行思道，法界所有皆明了，于第一义最清净，永破嗔慢及愚痴，彼功德者行思道，于诸众生善分别，悉入法界真实性，自然觉悟不由他，彼等空者行思道，净空所有诸国土，希望说法广开语，所说清净无能坏，彼胜牟尼行此道，具足坚固不退转，成就尊重最胜法，愿力无尽到彼岸，彼善修者所行道，无量无边一切地，广大甚深妙境界，悉能知见迷有疑，彼论狮子所行道，一切句意皆明了，所有议论悉摧伏，于法决定无所疑，彼大牟尼行此道，远离世间诸过患，普与众生安稳乐，能为吾等大导师，彼圣德者行思道，恒以无畏施众生，普令一切皆心庆，其心清净离染浊，彼吾等者行思道，意业清净即调善，离诸细论无口过，微光圆满众所亲，彼最胜者行思道，入真实义到彼岸，住功德处心永寂，诸佛护念恒不忘，彼灭有者行思道，远离于我无恼害，恒以大音宣正法，十方国土米不周，彼绝僻者行思道，谈波罗蜜已成满，百福相好所庄严，众生见者皆心悦，彼最胜慧行思道，至地甚深难可入，能以妙慧善安住，其心究竟不动摇，彼坚固行行思道，法界所有悉能入，随所入处闲究竟，神通自在米不该，彼法光明行此道，诸无等等大牟尼，勤修三昧无二相，心常在定乐寂静，彼普见者行思道，微细广大诸国土，更相摄入各差别，如其境界悉了之，彼至山王行此道，异常明劫离诸垢，于三界中无所着，护持众界到彼岸，此静心者行思道，智慧无边不可说，普遍法界虚空界，善能修学住其中，彼金刚会行思道，三世一切佛境界，
智慧善入西周遍，未尝暂起疲厌心，比最胜者行思道。善能分别实力法，了知一切至处道。深夜无碍得自在，比功德深行此道。十方无量无边界，所有一切诸众生，我皆救护而不舍，比无畏者行思道。于诸佛法勤修习，心常精进不懈倦，净至一切诸世间，比大龙王行此道。了知众生根不同，欲解无量各差别，种种诸界皆明达，此普入者行思道。十方世界无量刹，希望受生无有数，未曾一念生疲厌，比欢喜者行思道。普放无量光明网，照耀一切诸世间，其光所照入法性，此善慧者行思道。震动十方诸国土，无量亿数那由他，不令众生有惊怖，此立世者所行道。善解一切语言法，问难愁对悉究竟，聪者辩慧米不知，此无畏者所行道。善解富养诸国土，分别思维得究竟，悉使住于无尽地，此圣慧者所行道。功德无量那由他，为求佛道皆修习，于其一切道彼岸，此无尽行所行道。超出世间大论师，辩才第一狮子吼，普使群生到彼岸，此静心者所行道。诸佛灌顶第一法，以得此法灌其顶，心恒安住正法门，彼广大心行此道。一切众生无量别，了达其心悉周遍，决定护持佛法藏，彼如须弥行此道。能于一一语言中，普为示现无量音，令彼众生随类解，此无碍见行思道。一切文字语言法，至皆善入不分别，住于真实境界中，此见性者所行道。安住甚深大法海，善能应定一切法，了法无相真实门，此见实者所行道。一一佛土皆往矣，尽于无量无边劫，观察思维米暂停，此匪懈者所行道。无量无数诸如来，种种名号各不同，于一毛端悉明见，此净福者所行道。一毛端处见诸佛，其数无量不可说，一切法界悉亦然，彼诸佛子行思道。无量无边无数劫，于一念中悉明见，知其修促无定向，此解脱行所行道。能令见者无空过，皆于佛法众因缘，而于所作心无着，彼诸最胜所行道。那由他劫常遇佛，终不一念生疲厌，
其心欢喜转更增，此不空见所行道，尽于无量无边劫，观察一切众生界，未曾见有一众生此坚固事所行道，修习无边福智藏，普作清凉功德池，利益一切诸群生，彼第一人行此道，法界所有诸品类，普遍虚空无数量，了彼皆依言说住，此狮子吼所行道，能于一一三昧中普入无数诸三昧，悉至法门幽奥处，此论悦者行思道，忍力勤修到彼岸，能忍最胜寂灭法，其心平等不动摇，此无边智所行道，于一世界一座处，其身不动恒寂然，而于一切普现身，彼无边身行此道，无量无边诸国土，悉令共入一尘中，普得包容无障碍，彼无边思行此道，了达事处及非处，于诸利处普能入，成就如来最上力，彼第一力所行道，过去未来现在世，无量无边诸业报，恒以智慧悉了之，此达解者所行道，了达世间实非实，如应调伏诸众生，悉顺其宜而不失，此善了者所行道，善守身语及意业，恒令依法而修行，离诸曲浊降众魔，此至心者所行道，于诸法中得善巧，能入真如平等处，辩才宣说无有穷，此佛行者所行道，陀罗尼门已圆满，善能安住无碍藏，于诸法界悉通达，此深入者所行道，三世所有一切佛，悉与等心同智慧，一性一相无有殊，此无碍种所行道，已觉一切愚痴魔，深入广大智慧海，普施众生清净眼，此有目者所行道，依据一切诸导师，平等神通无二行，或于如来自在力，此善修者所行道，遍游一切诸世间，普欲无边妙法语，悉令于意得觉了，此法云者所行道，能于佛智即解脱，深生净信永不退，以信而生智慧根，此善学者所行道，能于一念悉了之，一切众生无有余，了彼众生心自性，达无性者所行道，法界一切诸国土，悉能化往无有数，其身最妙绝等伦，此无比行所行道，佛刹无边无有数，无量诸佛在其中，菩萨于彼悉现前，亲近供养生尊重，菩萨能以独一身入于三昧而寂定，
令见其身无有数，一一皆从三昧起。菩萨所住最深妙，所行所作超细论。其心清净常悦乐，能令众生悉欢喜。诸根方便各差别，能以智慧悉明见。而了诸根无所依，调难调者所行道。能以方便巧分别，于一切法得自在。十方世界各不同，悉在其中作佛事。诸根微妙行亦然，能为众生广说法。谁其闻者不心庆，此等虚空所行道。智眼清净无余等，于一切法悉明见。如是智慧巧分别，此无等者所行道。所有无尽广大福，一切修行始究竟。令诸众生悉清净，此无比者所行道。普劝修成诸道法，悉令得住方便利。度脱众生无有数，未曾暂起众生想。一切机缘悉观察，先护彼意令无争。普世众生安稳处，此方便者所行道。成就最上第一智，具足无量无边智。于诸四众无所畏，此方便智所行道。一切世界及诸法，悉能遍入得自在。亦入一切众会中，度脱群生无有数。十方一切国土中，积大法鼓悟群生。为法师主最无上，此不灭者所行道。一身结痂而正坐，充满十方无量刹，而令其身不破碍，此法身者所行道。能于一意一文中演说无量无边法，而于边际不可得，此无边智所行道。于佛解脱善修学，得佛智慧无障碍，成就无畏为世雄，此方便者所行道。了知十方世界海，亦知一切佛刹海。智海法海悉了知，众生见者咸心庆。或现入胎即出生，或现道场成正觉。如是皆令世间见，此无边者所行道。无量亿数国土中，示现其身入涅槃。十不舍愿归寂灭，此雄论者所行道。坚固微密一妙身，与佛平等无差别。随诸众生各异见，一时身者所行道。法界平等无差别，具足无量无边意。乐观一向心不移，三世智者所行道。于诸众生及佛法，建立加持悉究竟。所有持力同于佛，最上持者行思道。神足无碍犹如佛，天眼无碍最清净。耳根无碍善听闻，此无碍意所行道。所有神通皆具足，随其智慧悉成就。
善知一切迷所愁，此贤智者所行道。其心正定不摇动，其智广大无边际。所有境界皆明达，一切见者所行道。以道一切功德岸，能随次第度众生。其心毕竟无厌足，此常勤者所行道。三世所有诸佛法，于此一切贤知见。从于如来种性生，彼诸佛子行思道。随顺言辞以成就，乖为谈论善摧伏。常能去向佛菩提，无边慧者所行道。一光照处无涯现，十方国土悉充遍。普使世间得大明，此破案者所行道。随其应见应供养，为现如来清净身。教化众生百千亿，庄严佛刹亦如是。为令众生出世间，一切妙行皆修习。此行广大无边际，云何而有能知者？假使分身不可说，而与法界虚空等，悉共称扬彼功德，百千万劫无能尽。菩萨功德无有边，一切修行皆具足。假使无量无边佛，于无量劫说不尽。何况世间天及人，一切声闻及缘觉，能于无大方广佛花严经卷第二十一，唐于田国三藏沙门时叉难陀译。十无尽藏品第二十二。尔时功德林菩萨复告诸菩萨言：佛子，菩萨摩诃萨有十种藏，过去、未来、现在诸佛，已说、当说、今说，何等为十？所谓信藏、戒藏、残藏、愧藏、闻藏、施藏、慧藏、念藏、持藏、辩藏，是为十。佛子，何等为菩萨摩诃萨信藏？此菩萨信一切法空，信一切法无相，信一切法无愿，信一切法无作，信一切法无分别，信一切法无所依，信一切法不可量，信一切法无有上，信一切法难超越，信一切法无生。若菩萨能如是随顺一切法，生净信矣。闻诸佛法不可思议，心不怯弱；闻一切佛不可思议，心不怯弱；闻众生界不可思议，心不怯弱；闻法界不可思议，心不怯弱；闻虚空界不可思议，心不怯弱；
闻涅槃界不可思议，心不怯弱；闻过去世不可思议，心不怯弱；闻未来世不可思议，心不怯弱；闻现在世不可思议，心不怯弱；闻入一切劫不可思议，心不怯弱。何以故？此菩萨于诸佛所一向坚信，知佛智慧无边无尽，十方无量诸世界中，一一各有无量诸佛，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得今得当得，以出世今出世当出世，已入涅槃今入涅槃当入涅槃，彼诸佛智慧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不进不退，不近不远，无知无舍。此菩萨入佛智慧，成就无边无尽信，得此信已，心不退转，心不杂乱，不可破坏，无所染着，常有根本，随顺圣人，住如来家，护持一切诸佛种性，增长一切菩萨信解，随顺一切如来善根，出生一切诸佛方便，是名菩萨摩诃萨信藏。菩萨住此信藏，则能闻持一切佛法，为众生说，皆令开悟。佛子，何等为菩萨摩诃萨戒藏？此菩萨成就普饶益戒，不受戒，不住戒，无悔恨戒，无为争戒，不损恼戒，无杂秽戒，无贪求戒，无过失戒，无毁犯戒，云何为普饶益戒？此菩萨受持净戒，本为利益一切众生，云何为不受戒？此菩萨不受行外道诸所有戒，但性自精进，奉持三世诸佛如来平等境界，云何为不住戒？此菩萨受持戒时，心不住欲戒，不住色戒，不住无色戒，何以故？不求生彼而持戒故。云何为无悔恨戒？此菩萨恒得安住无悔恨心，何以故？不作重罪，不行谄诈，不破境界故。云何为无为争戒？此菩萨不非先智，不更造力，心常随顺，向涅槃界，具足受持，无所悔犯。不以持戒恼他众生，令其生苦，但愿一切心常欢喜而持于戒，云何为不恼害戒？此菩萨不因于戒学诸咒术，造作方药，恼害众生，但为救护一切众生而持于戒，云何为不杂戒？此菩萨不着边见，不持杂戒，但观缘起，持出离戒，云何为无贪求戒？此菩萨不现异相，张极有德，但为满足出离法故而持于戒，云何为无过失戒？此菩萨不自贡高，言我持戒，见破戒人亦不轻悔，令他愧耻，但益其心而持于戒。
云何为无悔犯戒？此菩萨永断杀盗邪淫妄语两舌恶口及无意语贪嗔邪见，具足受持十种善业。菩萨持此无犯戒时，作是念言：一切众生毁犯境界，皆由颠倒。唯佛世尊能知众生以何因缘而生颠倒，毁犯境界。我当成就无上菩提，广为众生说真实法，令离颠倒。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二戒藏。佛子，何等为菩萨摩诃萨残藏？此菩萨意念过去所作诸恶而生于残。为彼菩萨亲自念言：我无始世来与诸众生皆悉互作父母兄弟姊妹男女，具贪嗔痴骄慢谄狂及于一切诸烦恼故，更相恼害，地相凌夺，奸淫伤杀，无恶不造，一切众生悉亦如是，以诸烦恼被造众恶，是故个个不相恭敬，不相尊重，不相承顺，不相谦下，不相祈祷，不相护息，更相杀害，互为怨仇，自为我身及诸众生，去来现在行无残法，三世诸佛无不知见。今若不断此无残行，三世诸佛亦当见我。我当云何游行不止，甚为不可。是故我应专心断除，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广为众生说真实法，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三残藏。佛子，何等为菩萨摩诃萨愧藏？此菩萨自愧昔来，于五欲中种种贪求，无有厌足，因此增长贪、慧、痴等一切烦恼。我今不应复行世事，又作是念：众生无智，起诸烦恼，具行恶法，不相恭敬，不相尊重，乃至辗转互为怨仇，如是等恶无不被造，造以欢喜，追求称叹，盲无慧眼，无所知见，于母人腹中入胎受生，成垢秽身，毕竟至于发白面皱。有智慧者观此但是从淫欲生不净之法，三世诸佛皆悉知见，若我于今游行世事，则为欺诳三世诸佛，是故我当修行于愧，速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广为众生说真实法，是名菩萨摩诃萨第四愧藏。佛子，何等为菩萨摩诃萨文藏？此菩萨知事事有，故事事有，事事无故，事事无，事事起故，事事起，事事灭故，事事灭，是世间法，是出世间法，是有为法，是无为法，是有记法，是无记法。何等为事事有故，事事有？为无明有故行有。何等为事事无故，事事无？为
实无故名色无，何等为世事起故世事起，为爱起故苦起，何等为世事灭故世事灭，为有灭故生灭，何等为世间法，所谓色受想行识，何等为出世间法，所谓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何等为有为法，所谓欲界色界无色界众生界，何等为无为法，所谓虚空涅槃数缘灭非数缘灭缘起法性住，何等为有记法，为四圣地四沙门果四遍四无所谓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分八圣道分，何等为无记法，为世间有边世间无边世间亦有边亦无边世间非有边非无边世间有常世间无常世间亦有常亦无常世间非有常非无常如来灭后有如来灭后无如来灭后亦有亦无如来灭后非有非无我即众生有我即众生无我即众生亦有亦无我即众生非有非无过去有几如来波涅盘几声闻辟支佛波涅盘未来有几如来几声闻辟支佛几众生现在有几佛住几声闻辟支佛住几众生住何等如来最先出何等声闻辟支佛最先出何等众生最先出何等如来最后出何等声闻辟支佛最后出何等众生最后出何法最在出何法最在后世间从何处来去至何所有几世界成有几世界坏世界从何处来去至何所何者为生死最初际何者为生死最后际是名无际法菩萨摩诃萨作如是念一切众生于生死中无有多闻不能了知此一切法我当发意持多闻藏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诸众生说真实法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五多闻藏佛子何等为菩萨摩诃萨施藏此菩萨行十种施所谓分拣施洁净施内施外施内外施一切施过去施未来施现在施究竟施佛子云何为菩萨分拣施此菩萨秉性仁慈好行慧施若得美味不专自受要与众生然后方食凡所受物悉亦如是若自食时作是念言我身中有八万户虫依于我住我身充乐彼亦充乐我身饥苦彼亦饥苦
我今受此所有饮食，愿令众生普得充饱，为施彼故而自食之，不贪其味。复作是念，我于长夜爱着其身，欲令充饱而受饮食。今以此时会施众生，愿我余身永断贪着，是名分拣施。云何为菩萨竭尽施？佛子，此菩萨得种种尚未饮食、香花、衣服、滋生之具，若自以受用，则安乐延年。若辍己施人，则穷苦夭命。时或有人来作誓言，汝今所有悉当于我。菩萨自念，我无始以来以饥饿故丧身无数，未曾得有如毫莫许饶益众生而获善利。今我亦当同于往昔而舍其命，是故应为饶益众生，随其所有，一切皆舍，乃至尽命，亦无所吝，是名竭尽施。云何为菩萨内施？佛子，此菩萨年方少盛，端正美好，香花衣服以延其身，始受灌顶转轮王位，七宝具足，望似天下。时或有人来白王言，大王当知，我今衰老，身因重疾，穷毒雷顿，死将不久。若得王身、手足、血肉、头目、骨髓，我之生命必计存活，唯愿大王莫更愁粮，有所顾惜，但见慈念已施于我。尔时菩萨作誓念言，今我此身后必当死，无一利益，宜时即舍以济众生，念已施之，心无所悔，是名内施。云何为菩萨外施？佛子，此菩萨年盛色美，众相具足，名花上浮而已延伸，始受灌顶转轮王位，七宝具足，望似天下。时或有人来白王言，我今贫具，众苦逼迫，唯愿仁慈特垂金念，舍此王位以善于我，我当统领受王福乐。尔时菩萨作誓念言，一切荣盛必当衰歇，于衰歇时不能复更饶益众生，我今宜应随彼所求，充满其意，作誓念已，即便施之而无所悔，是名外施。云何为菩萨内外施？佛子，此菩萨如上所说，处轮王位，七宝具足，望似天下。时或有人而来白言，此转轮位王处已久，我未曾得，唯愿大王舍之于我，并及王身，为我臣仆。尔时菩萨作誓念言，我身财宝即以王位，昔世无常败坏之法，我今盛壮富有天下，其者现前当以不坚而求坚法，作誓念已，即便失之，乃至以身恭勤作义，心无所悔，是名内外施。
云何为菩萨一切师？佛子，此菩萨亦如上说，楚伦王位七宝具足，望似天下。时有无量贫穷之人来诣其前而作誓言，大王名称周闻十方，我等亲封故来至此。吾曹金者各有所求，愿普垂慈令得满足。时诸贫人从彼大王获其国土，获其妻子，获其手足、血肉、心肺、头目、髓脑。菩萨事时心作誓念，一切恩爱会当别离，而于众生无所饶益。我今未遇永舍贪爱，以此一切必离散物满众生愿，作誓念已，悉皆施予。心无悔恨，亦不于众生而生厌见，是名一切师。云何为菩萨过去师？此菩萨闻过去诸佛菩萨所有功德，闻已不着，了达非有，不起分别，不贪不畏，亦不求取，无所依倚，见法如梦，无有坚固，于诸善根不起有想，亦无所以。但为教化取着众生成熟佛法而未演说。又复观察过去诸法十方推求都不可得，作是念已，于过去法毕竟皆舍，是名过去师。云何为菩萨未来师？此菩萨闻未来诸佛之所修行，了达非有，不取于相，不别乐往生诸佛国土，不畏不着，亦不生厌，不以善根回向于彼，亦不于彼而退善根，常勤修行，未曾废舍，但欲因彼境界摄取众生，未说真实，令成熟佛法。然此法者，非有处所，非无处所，非内非外，非近非远，复作是念：若法非有，不可不舍，是名未来师。云何为菩萨现在师？此菩萨闻四天王众天、三十三天、夜摩天、兜率陀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梵天、梵身天、梵辅天、梵众天、大梵天、光天、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净天、少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广天、少广天、无量广天、广果天、无烦天、无热天、善见天、善现天、色究竟天，乃至闻声闻缘觉具足功德，闻已其心不迷不没不聚不散，但观诸行如梦不实，无有贪着，未令众生舍离恶趣，心无分别，修菩萨道，成就佛法而未开眼，是名现在师。云何为菩萨究竟师？佛子，此菩萨假使有无量众生，或有无眼，或有无耳，或无鼻舌，即以手足来至其所，
到菩萨言，我身薄护诸根残缺，唯愿仁慈以善方便舍己所有，令我具足。菩萨闻之，即便施语，假使由此经阿僧祇劫，诸根不具，亦不心生一念悔惜，但自观身，从初入胎，不净微行，包断诸根，生老病死，又观此身无有真实，无有惭愧，非贤圣物，臭秽不洁，骨节相持，血肉所涂，九孔长流，人所恶见，作是观已，不生一念爱着之心，复作是念，此身微脆，无有坚固，我今云何而生恋着，应以施彼充满祈愿，如我所作，以此开导一切众生，令于身心不生贪爱，悉得成就清净至身，是名究竟师，是为菩萨摩诃萨第六师藏。佛子，何等为菩萨摩诃萨会藏？此菩萨于色如实知，色即如实知，色灭如实知，色灭道如实知，于受想行识如实知，受想行识即如实知，受想行识灭如实知，受想行识灭道如实知，于无明如实知，无明即如实知，无明灭如实知，无明灭道如实知，于爱如实知，爱即如实知，爱灭如实知，爱灭道如实知，于声闻如实知，声闻法如实知，声闻即如实知，声闻涅槃如实知，于独觉如实知，独觉法如实知，独觉即如实知，独觉涅槃如实知，于菩萨如实知，菩萨法如实知，菩萨即如实知，菩萨涅槃如实知。云何知？知从业报诸行因缘之所造作，一切虚假空无有实，非我非坚固，无有少法可得成立，欲令众生知其实性，广为宣说，为说何等？说诸法不可坏。何等法不可坏？色不可坏，受想行识不可坏，无明不可坏，声闻法、独觉法、菩萨法不可坏。何以故？一切法无作无作者，无言说，无处所，不生不起，不语不取，无动转，无作用。菩萨成就如是等无量慧藏，以少方便了一切法，自然明达，不由他物。此慧无尽藏有十种不可尽故，说为无尽。何等为十？所谓多闻善巧不可尽故，亲近善知识不可尽故，善分别具意不可尽故，入身法界不可尽故，以一味智庄严不可尽故，即一切福德心无疲倦不可尽故，入一切陀罗尼门不可尽故，
能分别一切众生语言音声不可禁锢，能断一切众生疑惑不可禁锢，为一切众生现一切佛神力，教化调伏，令修行不断不可禁锢，是为十，是为菩萨摩诃萨第七会藏。住此藏者，得无尽智慧，普能开悟一切众生。佛子，何等为菩萨摩诃萨念藏？此菩萨舍离痴惑，得具足念，意念过去一生、二生，乃至十生、百生、千生、百千生、无量百千生，成劫、坏劫、成坏劫、非一成劫、非一坏劫、非一成坏劫，百劫、千劫、百千亿那由他，乃至无量无数无边无等，不可数不可称，不可思不可量，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劫，念一佛名号，乃至不可说不可说佛名号，念一佛出世说受记，乃至不可说不可说佛出世说受记，念一佛出世说修多罗，乃至不可说不可说佛出世说修多罗，如修多罗、奇耶、受记、伽陀、尼陀那、优陀那、本世、本生、方广、未曾有、譬喻、论义，亦如是。念一众会，乃至不可说不可说众会，念眼一法，乃至眼不可说不可说法，念一根种种性，乃至不可说不可说根种种性，念一根无量种种性，乃至不可说不可说根无量种种性，念一烦恼种种性，乃至不可说不可说烦恼种种性，念一三昧种种性，乃至不可说不可说三昧种种性，此念有十种，所谓寂静念、清净念、不着念、明彻念、离尘念、离种种尘念、离垢念、光耀念、可爱乐念、无障碍念。菩萨住世念时，一切世间无能扰乱，一切议论无能变动，往事善根悉得清净，于诸事法无所染着，众魔外道所不能坏，转身受生无所忘失，过现未来说法无尽，于一切世界中与众生同住，曾无过咎，入一切诸佛众会道场无所障碍，一切佛所悉得亲近，是名菩萨摩诃萨第八念藏。佛子，何等为菩萨摩诃萨持藏？此菩萨持诸佛所说修多罗，闻具义理无有忘失，一生持乃至不可说不可说生持，持一佛名号乃至不可说不可说佛名号，持一劫数乃至不可说不可说劫数，持一佛受记乃至不可说不可说佛受记，持一修多罗乃至不可说不可说修多罗，
持一众会，乃至不可说不可说众会，持演一法，乃至演不可说不可说法，持一根无量种种性，乃至不可说不可说根无量种种性，持一烦恼种种性，乃至不可说不可说烦恼种种性，持一三昧种种性，乃至不可说不可说三昧种种性。佛子，此持藏无边难满，难至其底，难得亲近，无能制服，无量无尽，具大威力，是佛境界，唯佛能了，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九持藏。佛子，何等为菩萨摩诃萨遍藏？此菩萨有深智慧，了知实相，广为众生演说诸法，不为一切诸佛经典说一品法，乃至不可说不可说品法，说一佛名号，乃至不可说不可说佛名号，如是说一世界，说一佛受记，说一修多罗，说一众会，说演一法，说一根无量种种性，说一烦恼无量种种性，说一三昧无量种种性，乃至说不可说不可说三昧无量种种性，或一日说，或半月一月说，或百年千年百千年说，或一劫百劫千劫百千劫说，或百千亿那由他劫说，或无数无量乃至不可说不可说劫说，劫数可尽，一文一句一理难尽。何以故？此菩萨成就十种无尽藏故，成就此藏，得摄一切法陀罗尼门现在前，百万阿僧祇陀罗尼以为眷属，得此陀罗尼已，以法光明广为众生演说于法，其说法时，以广长舌出妙音声，充满十方一切世界，随其根性悉令满足，心得欢喜，灭除一切烦恼缠垢，善入一切音声言语文字辩才，令一切众生佛种不断，静心相续，亦以法光明而演说法，无有穷尽，不生疲倦。何以故？此菩萨成就尽虚空遍法界无边深故，是为菩萨摩诃萨第十遍藏。此藏无穷尽，无分段，无间无断，无变异，无隔碍，无退转，甚深无底，难可得入，普入一切佛法之门。佛子，此十种无尽藏，有十种无尽法，令诸菩萨究竟成就无上菩提。何等为十？饶益一切众生故，以本愿善回向故，一切劫无断绝故，尽虚空界悉开悟心无限故，回向有为而不着故，一念境界一切法无尽故，大愿心无变异故，善摄取诸陀罗尼故，一切诸佛所护念故，
了一切法皆如幻故，是为十种无尽法，能令一切世间所作悉得究竟